地球一定要由我们人类自己的双手来保卫，而不是你一个外星人。不，我们不是陌路人，是久别重逢。一个失去超能力的奥特曼，一个身败名裂的奥特曼，还能够改变什么吗？妹妹，孩子，这次真的是我错。快点儿，这姿势我蛋疼。